我以后要变成他这样的人，那得看你本事有多大了。德英，你到底是谁？ 就是桑博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我一定会把你杀清楚的。我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，在他的字典里没有认输这两个字。8年，你上哪儿去了，孩子？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 好人坏人一念之差，为了取得他们的信赖，我想我开枪了。知道我做了什么吗？我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相信你。我爱的是你的现在，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过去。 祝贺，干杯！光大帅哥，这是我小丸子人生当中第一份合同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谢谢。恭喜你，丸子，侯思海可是个猖獗至极的人，咱们现今儿个已经跟他挑明了，你以后可要小心点。 放心啦，大哥，果然不出您所料，志成集团的合同刘子光拿下来了，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把沙子运进江北市了。哼，这事儿都怪我。 没想到刘子光能用这么卑鄙无耻的手段。哎，我说尹总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到嘴的鸭子已经飞了。侯总，您别急呀。您要是真想治这刘子光，现在为时还不晚。别跟我卖关子，继续说。虽然他签订了合同，并不代表他能履行合同。 就他那个小沙场的产量，还不够支撑集团塞牙缝的。更何况合同里都签订了，5天之内必须把沙子运进工地的大门，要不然就算是违约，合同就会自动解除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，侯总？您应该比我更明白。 5天足够了。老帅，见过哥。怎么样了？薛家那几个恶霸又来闹事了。阳光沙场的兄弟们啊，都先把手里的活放下了，先别干了啊！哎，说你们的。 哎，过来！那边呢？过来！说点事儿啊！都过来！都过来啊！兄弟们，咱们可都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人，互相都知根知底儿。这个阳光沙场啊，又小又破，都快倒闭了。你们在这上班也挣不到多少钱。不想失业的就别在这上班了，要想上班，去我们薛家沙场上班去，保证比这挣得多。 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还不赶紧滚蛋！散了吧。
哎，都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干嘛？你说呢？你看看你这帮兄弟们，他们呀都不在你这干了。你看看看看看看，我要是你啊，早就卷铺盖滚蛋了。要不这样，你也到我们沙场上班去。哼，拿着，走啊！大哥，大哥，他来了，那儿。姓薛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三番五次过来搞事，什么意思？上回开业你们送的钟的事还没跟你们计较，那是因为光哥在。真当我们沙场没人是吧？刘子光，刘子光，刘子光，他在哪儿呢？你说呀。爷能告诉你，刘子光不在这儿，我也能把你怎么着。老三，老三，大哥流血了。老四，你怎么打我呀？干什么？哎呦，大哥，我牙掉了，我脑震荡了。阳光沙场的人打人了，赶快报警。那你先跟我们回派出所，我们了解一下详细经过。走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们沙场的工人也都没了，我的兄弟也被你们打成了这样。我这兄弟的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，还有医药费，这样，我就先收你们50000块钱。如果我这兄弟以后还有什么后遗症的话，你比如说，下身瘫痪了，半身不遂了，口歪眼斜了，咱们再说，啊，跟你们老大说，这事儿没完。就是这个样子，现在沙场停工了，工人又全都跑了。我琢磨着，背后肯定是侯四海给他们撑腰，要不然他们不敢这么猖狂。掌门，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掌门英明啊！孩子恢复的不错，您好好休息，有事儿叫我们。我们先走。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薛家的几个兄弟平时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倒还是孝顺。嗯，不错。那除了这些，你们盯梢侯四海有什么发现吗？没了，都是一些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，暂无新的线索。对不起，宋军，我真没用。哼，你看你们俩黑眼圈都熬出来了，这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是吧？像侯四海这种人呢，跟我们打交道那不是一天两天了，经验丰富的很。别灰心，慢慢来，沉住气。好了，宋局。你们是？叔叔，我们是薛老大的朋友，知道您病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哦，老大的朋友啊，那坐，请坐。好。怎么样，身体好一点了吗？好什么呀？好不了了，就指着这个。始终病呢，癌症。哎，我们那小子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看见他的朋友啊。你们是怎么跟我们家老大认识的？啊，他们横行霸道，为虎作伥，抢了我们的生意。别瞎说。我没有瞎说啊。
他们就是横行霸道，为虎作伥，抢。大爷，小孩子不懂说话，别放在心里。时候不早了，您早点休息，不打扰您了。放心，肯定会好的。啊。喂，你好，你姓什么？我姓王。姓王是吧？大爷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起来不方便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麻烦你。这钱我不能要。这是我的心意，辛苦你了，帮我照顾他。行，那你放心，我一定照顾好薛叔叔。嗯，谢谢。掌门，阿瑟不明白，刚才阿瑟明明说的是实话呀。有一些实话，放在心里，不要说出，说出来反而会伤人的。掌门是怕伤刚才那个爷爷吗？算是吧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你挺嚣张啊，两个人来。广哥，光哥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少了我贝小帅呢？我今天来不是来打架的，把沙场的人还给我。我还个屁！啊啊啊！走走走！走啊！轻点，兄弟！哎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我疼吗？大哥，大哥，不是！哎呀！若有花朵迎风摇，若有碧空月夜好，遍听钟声时时催。啦啦啦。你们俩怎么了？哥，刘子光开工了。什么？你不说你找人让他开不了工吗？薛家的人没扛住。住手！哎呦！住手！住手！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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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您怎么来了？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还好意思问我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我怎么知道你们干的是这种生意呀？爸，我还以为你们干的是本本分分的小本生意，谁知道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爸，您别生气。爸，不是爸，我觉得您是误会了。误会？我误会什么呀？在医院里头。我就风言风语的听说你们就没干什么好事儿，我还一点都不信，直到这个小伙子说漏了嘴，我才越琢磨越不是那里的事儿。我回家里头，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你们帮着姓侯的那个王八蛋胡作非为，威胁人家工人。毁了人家沙场，你们这是挣的昧良心的钱呐！我是寒心呐！我老薛头这辈子没做过一点丧良心的事儿，怎么养活了你们这一帮孽障？爸，您别这样，您这样对身体不好。我还身体，我这帮老骨头。留着有什么用啊？我问你们，我看病这钱是不是你们昧良心挣来的钱？
我还看什么病啊？我死了算了。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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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爸！我错了。都听您的以后行不行？好，好，都听我的是吧？对对对对。你们毁了人家沙场，该赔钱的赔钱，一分都不能少。第二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再也不许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再也不许跟着那个姓侯的为非作歹。记住了吧？记住了吧？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人家赔礼道歉去啊！不用，好好照顾老人家。咱们以后都是兄弟。刘子光，我们哥四个，对以前对你做的那些事儿，表示抱歉。对不起。哥，就算他开了工，我保证他一粒沙子运进不了江北市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知道哥哥我现在是什么心境吗？不知道。我想给你们跪下。你刚才说的话我可听见了，孙伟。局长，韩进在澳门同 M 国警方见了面。M 国警方推断郑武同志可能遭遇了不测。他们的理由呢，是公海行动后的两三天，郑武藏身的小酒馆大门紧闭。再加上制造天使的大毒枭桑博在公海行动中逃脱了，所以 M 国警方担心，郑武同志的失踪是遭到了桑博团伙的报复。公海行动有什么后续进展没有？公海行动中抓捕了一些参加聚会的毒贩，据他们供认，这次聚会组织者就是桑博。桑博十分警觉，只是匆匆露了一面，而且是在抓捕之前就离开了现场。抓捕行动之前就离开了，也许郑武真的暴露了身份。局长，就算是身份暴露了，那也是最坏的推测。以郑武的经验和他的敏锐，现在也不能排除他已经脱离危险了。但愿如此吧。对了，近期天使出现在江南、江北两市，所以国际刑警组织怀疑桑博已经从境外潜入到国内了。天使出现在江南江北，不足以证明桑博已经潜入国内了。郑武的下落和桑博息息相关，目前工作重点就是尽快找到天使的线索和桑博的下落。是。另外，郑武同志的消息在没有确认之前，就没必要跟专案组的其他同志说了。您放心，我明白。你的脾气好不好？笑什么笑？上来！愣着干什么？上来啊！光哥，就别再怪胖子，要怪就怪薛家那次上，真的是欺人太甚。要是我，我也搂不住。行了，吃一堑，长一智，以后吸取这个教训吧。
那谢家四少就这么走了。一，是怕侯四海回来报复；二，他们带老爸去别的地方治病。真没想到，他们四个人还挺孝顺的。亲情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 宋局关于案件的通报大家都听清楚了。桑博依然在逃，而且东南亚地区关于天使贩卖网络的信息几乎都断了。我们江北市毒品天使还在交易，这也是我们侦破此案的唯一线索。同志们，我们已经让韩进联系澳门和东南沿海的警方，搜查毒枭桑博的下落。 核查天使流入的线索，尤其严查我们江北市的水路运输线。一有线索，立即向上级汇报。这是我们专案组近期的工作重心。我们不急着设网，但必须摸清楚毒品的运输销售渠道，对他们进行严密监控。是。这个侯四海啊，躲着不出来，什么事都让底下人去干。 太鸡贼了呀！这个侯四海推锅水平无人能敌。我们盯着他好几天了，他一直没动静。建材市场那边我也盯了，孙伟那边根本没动静。哎，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我晕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知道呀。听我说几句啊。我是觉得吧，同志们。 我们急了，懂什么意思吗？在侯四海的这个案件上，谁急谁就输了。侯四海现在比我们稳呀，可是侯四海这个人，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就是贪。他，但他现在藏起来了，但是我相信很快他就会露出马脚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放平心态，不好局，守株待兔。 懂吗？为了安抚各位的情绪，我请大家吃小卖部最贵的冰淇淋，一人一份，怎么样？韩队，你回来了。韩队，我们胡人同志啊，现在是进步了啊。刚才这一番推理分析啊。 没毛病，意思全对，全是我想说的。看来你这是要当队长了。不，胡队长。韩队。我去找一下宋局，一会儿回来收。好。冰淇淋算我一份。啊，没问题。香草味儿。啊。OK。别啊！别呀！ 等韩队，干嘛了嘛？我给你们俩订了两张电影票，我现在买了一张马发给你啊。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特别好看，我前段时间刚去看过。别别别，小白，我怎么觉得你从警院毕业来当刑警，一点都不像刑警，像媒婆。像吗？嗯。小赵。 晚上有空吗？有空啊。小白，请你看电影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怎么样？啊，我前两天看过了。你跟谁看的？我和小田看的呀。赵刚，你怎么能跟小田看电影呢？你不是说你要跟我一起去看吗？那个，你说话不算数。下次请你看啊，下次一起去看。 胡警官，干嘛？我来接你下班。
你救我干嘛？我想跟你解释一下，你上次跟我说我家的那个谁，我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说李兰啊？啊，是。你跟他有没有关系？你告诉我吧，你们。啊，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。我为什么要你送我回家？危险啊！我是警察。警察，你今天下班了，没带枪啊？ 还有，你的腿受伤了，不方便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带好它。 这次，我跟澳门警方一起，在整个澳门境内展开了全方位的搜索，但是都没有找到桑博的踪迹，也没有任何天使的信息，所以我们断定，桑博根本就不在澳门。 保证胡蓉的安全，是我最大的使命。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听说你沙场要运转了？对，我过几天就帮李纨他们运沙子。你这等于是跟侯四海的正面交锋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如果有事儿，第一时间找我们警方。没事，这种人我不怕打的。 你知道吗？我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是你给我的勇气。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刚回到江北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忘了前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自己都想放弃。但是你呢？你没有放弃，你一直在查我。大哥，我那是怀疑你，好吗？ 那起码我们两个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吧？嗯，我相信那8年总会回来的。不过如果找回来了。
你万一后悔了怎么办？我应该不会后悔吧？那这样说吧，我找回以前的记忆，我是一个坏人的话，你可以不理我。如果我是好人的话，我们可以做朋友。 你说反了。如果你是好人的话呢，我得考虑考虑再跟你做朋友。如果你是坏人的话呢，我肯定天天理你，因为我得查你。哦，有道理。是的，胡警官。对吧？那我走了，拜拜，谢谢。 大哥，你看，还有36小时，刘子光就要运杀了。我给你交代的事儿，你都布置下去了？放心吧，我派人盯着呢。那不就完了吗？还有个更重要的事儿，方跟你说。大哥，走货的兄弟发现这两天不太对，警察好像在查海岸线和交通线，我觉得应该是冲着天使来的。 这个时候再走货，那就太危险了。这样，你去跟走货的兄弟都知会一声，让他们先停下来，等风声过去了再说。还有，你也知会一下梅姐，让她也知道。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集中精力来会会这个刘子光了。 还有36个小时就要运沙子了，你说这侯思海会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？铲沙这一天风平浪静的，确实不太正常。光哥跑哪儿去了？谁知道啊？哎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，等着你拿主意呢，快点！对啊，光哥，你跟我们说说这运沙的路线该怎么走啊？ 这什么情况啊？争风满面的！你笑什么呀？啊！管好沙场就行了。哎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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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点事情没有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对啊，侯四海肯定憋着坏了。要担心呢，你们自己担心。我好累，我要睡觉。喂，光哥，都这样了，你还睡得着啊？睡得着啊。我想到办法了。啊，不用担心，睡觉。睡觉。别人死乞白赖的求着睡觉不睡觉，现在一回家就睡。谈恋爱是挺累的，是吗？当然。哪儿累？哪儿都挺累。怎么还有精神？睡吧。彪哥，哎，李总来了。关大帅哥，你怎么来了呢？来帮你啊，明天就要运沙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来吗？我们开会去吧。啊，来了就赶紧去谈正事儿吧。走啊。往江北运沙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水路，一条陆路。露露这边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保证没有一点问题。不要掉以轻心，继续给我盯死了。您放心，大哥。水路那边就得看孟知秋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让我约那个孟知秋，他来了，门外等着呢。好啊，赶紧让他进来。好了，待会儿晚上给我弄桌好菜。好了，走。刘老板。沙子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明天能准时运到现场。我这个人向来重承诺，守时间，你放心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不过刘老板要是确实有困难，需要解约的话，我提醒你，你还是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可以到董事会帮你说说，争取把你的违约金免了。林总，如果你真是想帮忙的话，不用董事会费心了吧？跟侯四海说，有什么招就给我使出来，我奉陪到底。光子，这次对抗侯四海，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整个江北沙石行业输入正气。够爷们儿，我听你。来，敬我兄弟一杯。这酒我就不喝了，喝酒无事儿。侯总，您就直说吧，今天找我来什么事儿？我就喜欢你这个性，侠气。侯总抬举了，我就是一干粗活的，一身蛮力。你知道，最近有一个叫刘子光的，老是跟我过不去。侯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明天在码头，让我把他给拦下来。要是能把他给摁了，更好。我说侯总，您这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？孟志秋，侯总让你办点事儿，你怎么推三阻四的？秋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没什么意思，侯总，我孟知秋心里明白，我能在这行讨生活，都是侯总您赏的，所以，侯总，您就放一百个心，您安排的事儿，我一定办好。既然事情交代完了，我干活去。哎，不对呀，今儿也答应的太爽快了吧？哥，孟知秋有鬼。猴子，给我盯着他，不能让他出什么幺蛾子。是，大哥。大哥，今天天不亮，刘子光的运沙车队水路陆路并进，直奔至诚工地。这个刘子光啊，运沙的气势果然够大。刘子光应该会安排他那两个兄弟贝小帅和卓力走陆路，侯四海一定会想方设法在陆路上设置重重障碍，搁这兄弟俩喝一壶的。小姐，还真让光哥给说中了啊！下吧。
旧时光。